哎，老板，这里黄瓜鱼呢？啊，黄瓜鱼，完了，他要黄瓜鱼没有？就是这样的鱼。鲢鱼。没有那个鱼，我们给他搞点什么小泥鳅啊？啊，感觉这个时候哈，天太热了，不愿意活。那搞点泥鳅，给它炒起来吃。多久的时候有？现在够吗？够了，炒菜泥鳅吧。菜不能泡着了，泡着了越来越腌了。想吃黄瓜鱼，变成了泥鳅，跑出来两条。哎呦，我这个抓泥鳅啊，没办法啊。这老板放到那里养着，养了可能很多天了。这样的泥鳅啊，就不脏了。妞妞还特意打电话回来说这个泥鳅啊配这个剁辣椒炒，但是剁辣椒呢我还没有打开看的，它到底好了没有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从做好啊到现在真的没看呀，先尝一点。嗯，可以了，你看酸酸的，没有那么辣，一点点辣，微辣的。这么一点够了吗？首次吃啊，在摆放，搞好了，恢复原样。哎，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台盐要保持有水。没水的话会漏空气，漏空气的话呢，台子的东西它就很容易坏。现在有剁辣椒了，什么菜就好做了。要去桂林呀，我要去桂林。你要去桂林呀？回来啦！跟我这个乡巴佬去桂林啊！我要去观马呀，我要去徐坡。此日你的剁椒鱼头还有鸭子，剁了就好了。啊？你们自己尝尝，我挖出来了。我想把这个黄瓜凉拌了啊。我们那里是爱拌这个黄瓜吃，如果不吃的话，再放几天又完了。哎，还有洗白菜，做汤还是做白菜？啊？黄姐要炒菜了，把这个锅啊，转拉了。朋友们说我这个人这么会破坏锅的，今天啊热饭的时候烧锅了，洗了半天才洗的差不多。看来这个热东西啊一定要注意了，要不然麻烦死了。注意安全，再来一个，小心。切的时候我们加一点盐，切得好好的。我们把黄瓜提香好，还要切啊，可以给它压扁一下。我们那里的吃法就是在煎的时候压那个铁锅，是铁锅铲一打，先这样打得很扁啊，这样就施展这个我们功夫了。锅太小了，不打了啊，把这个灶台都坏了。酒生蒜，大火，我以为你喜欢吃脆的，还有我们的剁辣椒，这也没什么很大的排骨气啊。如果是剁了很久的，我们就要炒一下排骨气。
红。要来点鸡精吧。啊？这鞋味儿真大呀！那你什么？你煮那个椒味儿。我这个都没有。我这个。香菜就有胃口了啊！朋友们的剁辣椒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做好了，请大家分享一下。请耐心等待。这里我们今天用了一点老干妈。再放一点点的鸡精啊，老干爹怎么？里面可以放点蒜，但是呢，懒得麻烦了，就这样吧。麻辣小妹，哼，吃饭了啊。嗯，啊。这碗小了也不好办。你看，都是湖南菜了啊，香菜，香菜，这个也是香菜的了。嗯，公筷不用，你就直接吃了嘛。第一次，第111次，来的等你，我吃饭。我的灯的灯的灯灯，快点。我要拉一尿。你要拉尿？什么？那你唱啥？如此胡说八道。别逗了，快来快来，不是拉尿，是饮料你要。下周35度。万一今天外面下雨了？没有，今天没下。下周35度，我同事说要疯。他今天我告诉你跑到哪上班去了？洗手间。我们这里的啊，我们那里啊，都是36、37度。南方那边更热，你咋的？我妈说热死了。尝一点点，再尝一点点小。这鱼真的好吃，我刚刚偷吃了一。剁辣椒的诱惑，我的妈呀！放你这个。够的，够的。来不来？什么？脸上有白色的东西，是汗吗？烫这么辛苦啊！奖励你个杯儿。奖励个杯儿啥意思？这个意思，真的啊！呀，一股姜味儿，姜可以挑出来了。嗯。夏子啊。香吗？这肠子里面反正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那，吐啥？哎呦，是，这吃都可以吃了。回来就是洗洗洗。你洗衣服了？嗯。买 T 恤，买的。一件衣服也放洗衣机洗。你去看看几件。嗯。一件哦，可能吗？多巧，多吃菜。你敢给我吃？我怎么拿筷子就不行呢？什么玩意儿？那你不拿筷子呢？夹也夹不起来。哎呀！我今天在拼多多拼了4个牛油果，先看看好吃吗？什么果？牛油果。不知道你说啥。牛油果跟榴莲差不多。我没吃过。看看好吃吗？我也没吃过。单位跟我还拼了2斤蓝莓。他们要了8斤，一人还让我们要2斤。那个泡酒啊。他们说抗衰老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嗯，很会养生，图书馆的人泡衰老，要老啊，什么都走着。哎呀，苦死了！你发现我这两天又胖了一点吗？朋友们说是不是又胖了一点？肥胖肥胖的。
胖一点就胖一点啊，你要说黑胖黑胖，多稀罕人呀！哇，谁愿意黑呢？那是健康的象征，知道吗？那白胖白胖还嫌贫血呢。那白白胖胖啊，我这黑胖黑胖的，哪有这个啊？这才是健康人的标准。你也想晒晒太阳？哎呦，香菜呢，我不用说，老九都吃得满意了。朋友们，你们的剁辣椒做好了吗？做好了也发发图片，让老九看看做得怎么样啊？非常的好吃，有剁辣椒，一切香菜不在话下。你说香菜，我总以为是我。哎，你这边我们这的香菜长了个啥东西啊？完了完了，下大雨了，全部黑天了。